有新聞網咧，現時最新嘅評分咧係18.2分嘅，數字咧係比上次嘅調查咧係下跌咗2.0分嘅，亦都係2017年7月上任以嚟咧嘅新低啦。另外支持率啦，支持率咧現時數值9%嘅，咁係首次出現個位數嘅支持率啦。咁亦都係比上次調查咧，即係2月初嘅調查咧，係明顯再下跌咗4%啦。數字同樣係2017年7月有記錄以嚟嘅新低啦。另外講反對率啦，反對率咧現時數字83%啦，係反對嘅。咁啊數字咧比上一次調查咧再上升咗2%啦，同樣都係2017年7月有記錄以嚟嘅新高啦，反對率。咁如果我哋分析評分數字咧，現時有60%嘅受訪者咧係俾特首林鄭月娥0分嘅。咁呢個數字咧，亦都係過去咁多次以嚟嘅最高嘅一次嘅。